我在大学本科二年级的时候，我就接触了西安古乐，参与了西安古乐的排练演出。之后40多年来，我一直是以西安古乐的研究、创作、科研来作为我的主要的工作。探马游青天歌，当然在民间呢都是由先生来运谱、这个学员呢乐手们就跟着先生来学习，这我们就叫什么叫口传心授。目前使用这种记谱法的只是在西安古乐这个乐种里边还在保留这种形态啊，其他乐种已经不多见了。为什么呢？因为老一辈的先生都谢世了，现在还健在的先生呢，他本身掌握的乐曲是有限的，那么这样一来，他传承就成了问题。